三隻啫，你整個 V 字手勢先，哇好叻喎，呢隻手整埋啲，係啦幾大個 V， 真係咧，遞出咗魚仔餅俾我睇下先，魚仔餅，魚仔餅，隔離嗰度啊，這隻魚仔餅，係啦，哇係啦，放拎開啲睇到塊面，拎開啲睇到塊面，唔係嗰隻魚仔餅睇塊面。是啦，是啦，呢只手做 V 字识唔识 ？V 字手势识唔识？妹妹玩蛋蛋啦，想去玩蛋蛋啦？是啦，好嘢，好啦，上拍拍下拍拍，好，啊，好嘢喎，是啦。跟住玩乜嘢嚇？係、啊。而家我哋去緊蓬西啊！蓬西咧，上海有九區，普通係最近二十個發出嚟嘅。做田子方。芋圆是不是在右边啊？这就是芋圆，这就是芋圆啊。呢度有一个新嘅旅游区啊，姐姐。新嘅旅游区即系咩？唔系，即系都系一个旅游区嘅，即系必。香港话叫咩名啊？芋圆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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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芋圆哦，芋圆，芋蛋啊，芋圆啊。我有了。然后小马终于又复工了，没有了，这个月又该上班，没上班没呢？上班跟班费一样的，一个月一千块钱，你搞笑嗰啲移民喺度跳舞啊！系咯，诶影唔到啊，真系嘥神，打烂噶。系咯，我真系射篮足球都冇咁劲嘅啫。佢唔同啫，佢哋唔使请林记噶，真系咁劲噶。系啊，成街喺度跳，一摆低个袋喺度跳，黑衣跳舞都劲。见唔见到黑衣？系啊，你见到啊？你唔好以为佢黑衣可能佢系嘅。唔系啊，佢拉车仔。拉車仔用嚟收架狗，收咩啫？收牛奶啫，買啲衫係好似你收舊衣服啊嗰啲，哎呀！呢度係總站嚟嘅。呢度係咪南京路啲按腳啊？花旗按按腳邊按？一係好地方咧，花旗按樓下屋企對按。
新世界城。我唔按啦，即系我唔按痛，即系痛唔痛啊？唔痛。O K 啊？按痛唔痛？唔知喎。按过。按过。O K 啊？系 O 嘅。哇！南京路上，南京路上好白雲啊！嗰咩字啊？蓮啊，唔知白乜鬼啊？